因为我以前是练那个艺术课的一个，就是你懂吗？就是专精艺术的，所以那个美感上面我是处理的特别好一点。花轮，你要遮绘图师标准要定一下，不是啊，就正常的就行了，会画图的，然后能画出我想要的东西就行了。因为其实这种东西也不太需要什么条件的，你只要那个人他是一个画图师，然后他觉得自己有料，他就会来问我，懂吗？你们这边要我怎么讲一下条件就随便了，36E，42寸长腿，然后没谈过恋爱的，可以吧？就这种条件就基本了吧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吧。然后呢，最重要是比我矮的就可以了。70岁可以吗？70岁讲什么小话？你要长腿，但是要比我矮，没问题啊。我们就画一幅画来形容好吧？什么叫做长腿且比我矮的？很简单，首先呢，我小画家专精啊，咱们这边先画出我们自己好吗？然后呢，女生哦，什么要叫长腿且比我矮的？很简单，首先呢，画一个，感觉头发太差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她的腿明显就是比我高了这个这边到这边的 size， 就是你懂吗？就这一寸的 size， 可是她的身高依旧是比我矮的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长腿且比我矮的效果。可能你们觉得我画的已经画得很出色了，但是你们还没有遇到那一种女生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还在等待，好吗？每个人都在问我为什么我那么帅都不找女朋友，是因为我目前为止还没找到一个长腿但是比我矮的女生，懂我意思吗，各位？然后你们知道我平常的那个，就是有些可能我之前在台湾嘛，然后会出席一些那什么工商的现场活动，是一个很准时人啦、啊。我每次都准时开台，你们都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请问花轮的择偶条件很简单，一个条件就够了，比我矮的，但是要长腿。如果有满足这个的，直接来找我，没关系，马上生小孩 ，OK， 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就会有人来找我拿签名还怎么样的？你们知道我的签名是怎么签的吗？超帅！那些人看到我的签名都在问我，哎。看你是有练过，看你签个超帅，这是最好笑的一段了。我就画一次我的签名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很帅。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 G E A R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的签名就会变成这个。哇，啊，好帅哦，哥！我得深呼吸一下，我很久没有看到那么出色的签名，对吧？我再举个例好了，丁特嘛，他的签名是这样的，我印象是好像是，我想一下，好像是这样吧，然后好像是这样吧，就你懂吗？两个的比较就马上出来了，就 Gear 跟丁特的签名的一个差距，你懂吗？这个就是艺术。因为我以前是练那个艺术课的一个，就是你懂吗？就是专精艺术的，所以那个美感上面我是处理的特别好一点。好啦，如果你们想要再看我画图的话呢，有机会好吧？我们这边还是那个主打 low 啊，技术实况台啊。当年那个叫啥？梵高，你们知道谁是梵高吗？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，梵高。因为我以前也有参考过梵高的一些作品啊，就。每个人都觉得他画得很丑，可是他都很有名，对不对？就艺术你们不懂。法师也好，德玛西亚，到处来都是代价的羔羊。那么凶哦？为什么他一直练到我啊？他三瓶水喝完呢，这个疯子妈的，一集上来给我换血，凶巴巴，准备单杀了，准备被单杀，对不起，我林国华跟你道歉，我先回家。
玩的什么小啊，9-2，都还没玩到游戏又要输了吼，太好玩了，英雄联盟。我已经没办法压制这个奇乐斯了，因为我现在只要踩过去，他都 W 吸过一口，我那个换血是完全没有意义。怎么办啊？我完全打他不动了，现在我太被动了，前面没有杀到他，如果我前面对线有单杀他一次的话，这一局就不一样了。哦，不是，我刚刚那个回去没有练到那个纳蒂鲁斯，太丑了。我练到的话 ，AD 就不用死了。我练到我可以扛两下塔，然后让 AD 输出。我又害死我的队友了，我是贱人 ，sorry。打到后面不会赢欸，咱们杰西已经废了140，他这个偷多少钱啊？172块，12分钟偷172块，算是及格吗？这个人马怎么可以那么肉啊？他一个人扛着欧拉夫跟贾克斯的伤害还活着，做坏了吧？好了，现在是我们比较强势的时间了，洗完线去那个吧，跑线帮队友吧。抢个炮车，兄弟啊，应该是无完无休啦吼。哦，一台一台，半神救，可以吗？A 恭喜，问了就不可以，伤害太低了，现在得出点装备来补一下那个 damage。 昨天有靠靠吗？好像没有，最近都没找到好看的片子。我以前很喜欢一个女优的那个 Julia， 可是她最近出的新的作品都真的有点不行了，没有那种以前看的那种兴奋感，你懂吗？你是不是更年期啊？好疼哦，那个叉雅的漫天飞雨那个羽毛收回来的，不好吧，不好吧，不好吧，真吃不了，真吃不了，不行，那个你看露露那个状态，可以吃，露露那个状态很好，可以吃可以吃，刚刚打个弱智拼退灯啊，好扯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吃。啊，要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哈哈，稳健稳健，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。哇哦，冷静收割，这么好玩的吗？这一波队友好像帮我打了很多伤害耶，我都一直在旁边当个支奶，一直丢技能就抢人头，真舒服。要不要买叠书啊？买一下吧。
扯一下吗？马哥，我班愿称你为最强，你应该是我这阵子看过最强的打野了。虽然你这把没有让我蓝 buff， 可是你的操作跟你的表现，你值得吃那些蓝 buff。 还搞到有没有谁是玩人马玩的厉害的？看着这一把的人马，我发现我好像一直以来都没有遇到一些玩人马厉害的人，因为他这一把的人马就是那种很肉，然后又能打输出又不用一死的，就玩得特别好。哇，他还打了个全场最高伤害24000，有料。